爸爸，他们这边快要八点，他们这边七点五十八分，在港口方面，整个的港口全部都已经亮起来了哈，整个的釜山港全部都已经亮起来了。说到这个釜山的话，就觉得非常的，哎呦，我开始了。在这里面，就在釜山的套啊，哦，这样，哦，我们就在这个南站，就在这里。大家在那边等，感觉就是在那边放烟火。应该有机会再来吧，哈。OK， 我们就下去了，哈，拜拜。